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的超能力就是装傻，就是很多问题其实我都有能力去把它做解决。我觉得是勇敢，面对恐惧的时候不要害怕，你把它变成是一个计划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未知的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很精明，但其实偶尔装装傻也不错。不怕畏惧任何的挑战，然后都勇往直前的去面对一切未知的世界。其实我们都比想象中的自己还要非常勇敢很多很多。只要我们持续努力，不断的想要去改变什么，想要让这个社会更进步，未来的希望就在你身上。全世界的孩子将齐聚台湾，分享他们解决问题的故事。邀请您至现场一同感染 I Can 的力量。12月1号、2号，12月1号、2号，12月1号、2号，台北和平实小，让我们一起与孩子用设计改变世界。Together we can. Togeth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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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 can. Yes, I can. Yes, I can.